为了要表现漂亮，所以要用白色的。可是你看到的花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对呀，所以它会透透的。就嫩白嫩白这样子。就很好看了，对不对？对呀，那这外面也可以画。那这边就会大片一点点。好，它一大片。那为什么这比较多点，这比较少点？知道方吗？向不一样。对，因为这比较接近我们，看到比较多，这看到比较少。那这边是右边的，那你注意看，我这边又可以多。你看，我以这里中间为主，我这边是一点而已，好，那这边就比较靠近我们，所以我这边又多了。那我们这边有左右两边，那是不是要从这里来？所以左边它一直就会靠近我们，就会多一点点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这边就右边多了。它的锯齿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大小的。那你注意，注意看，你看它是左右两边的。那这边会是从这里来的，翻过来的，这边也翻过来的。是不是一朵花？